停！手抬高一点。哦。手势，出拳，出拳呐，用力！ 哎，我输了，霍姑娘既胜一筹，我甘拜下风。说得好，说得妙，输得真是呱呱叫啊！哎，心远的，你听好了，这回你徒弟亲口认输，哎，无论如何你都别想耍赖啊！哎，谁说我要耍赖了？哎，你们赢了，我教的徒弟呢不如你教的徒弟。好，算你有种啊！虽然你这回认了输，但你还是只老猴子，你说什么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啊？好了，走，童儿，回去了。这场比武怎么也没想到会是我输了。嗯，你错了，这次比武谁赢了谁就是输家。嘿嘿，你看看，不管怎么说，这翠羽是在你的手里。嘿嘿。 Thank you.
哎，我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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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小姐，族长令你马上回部落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其他各族的人们都来了，说是要商议从西域来的商旅被追风马贼洗劫的事。 臭小子，我救了你，你连声师傅都不叫。你这算不算是趁人之危啊？哼，一点大侠风范也没有啊！嗨，可惜呀，臭小子，你的身上要是有我一点影子就好了。 会是你？很好，你还记得我。当年抄我家的时候，你也在场。真如皇上所说，有人在造谣惑众。来吧，想抓我就一起上。 九爷，你没事吧？那几个饭桶能伤得了我吗？
那倒是。不过，这个皇上可跟他老子真像，够绝，够心狠手辣的。对了，陈家洛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